现在身体怎么样？我今年属鸡的。我特别帮你看得仔细一点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癌症有一点扩散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最近很不好，你好过一段时间，现在又不好。是。现在明显的有一个中年妇女在你的身上，肚子上，你赶快给她念经，否则这个人要整死你的，他要把你带走的，而且很快，我不想告诉你时间。你这条命已经是菩萨保佑了，你本来活不了很长的，你现在已经活得很长了。我知道，因为六月份你帮我看过图腾，说我还有一个坎要过。什么？六月份你帮我看过图腾了，说我还有一个坎要过。对了，现在这个女的，你赶快把她念好。这个不是一张两张的问题，这个你要念几百张的。你念了几张了啦？我念了七波49张。你最近还在念吗？对，我停掉过吗？每天都在念。放生了没有啊？五月份放生了2000多条鱼。还得放。到现在每个月都放250条。每个月。还要继续放，好吗？那么以后还要怎么做呢？以后你继续要小房子要还清，而且慢慢要治疗，明白吗？因为你这个有点麻烦，你这个癌症已经有点晚期了。你现在只有许大愿了，就说我这辈子如果我癌症好了，能够观世音菩萨让我延寿了，我坚决不吃，就是吃素了，吃长寿了。我一定要吃长寿。你现在还敢吃荤呢？吃一点点。吃一点点就要不要吃了？我杀人就杀一个，我又不杀多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要救你只能这样救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想想看好了，本来医生说你活几个月啊？家庭医生说我只有3个月。但是你现在念了经之后活了几个月啊？11个月了。看见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医生说3个月，台长现在让他活11减3，还有几啊？多活了几个月啦？要活得越活越好，听得懂吗？要真心修，不能有半点懈怠，明白不明白？假的没用的。我2月份就开始念，念到现在。念到现在，还要以后跟菩萨说，我身体完全好了，我还要多度人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没什么大问题了。小房子念800张念完，好吧？还有啊，要吃素了啊。要改变你身体的那个元素，因为常吃素的人他的身体是碱性体质啊，如果经常吃荤的人是酸性体质，所以凡是生癌症的人身体全部都是酸性体质的，明白了吗？那你必须要吃素。常推文5次，大悲咒49遍，心经29遍，往生咒49，烧灾21。你可以。现在可以了。可以，就这点经念下去，好吧？好。念一个这个吧，看看保你的命吧。再加21遍那个观音灵感真言吧。你虽然你没有什么功德，但是你可以说，我以后一定多做功德，听得懂吗？好了。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？你看自私吧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我有4年的属马的。好了，自己命都没了，还要牵挂人家，不可以了，想不通了。你死掉，他们还怎么活了？真的想不通啊！你看这个放得下吗？自己没有命了，还要牵挂孩子，真的，死的时候更痛苦，不要牵挂，该放的一定要放下，明白吗？